身体对抗之后出手依然打进，他的状况真好啊，恩多。特工转换过来打得很快，外线拔起来，谢亚轩投进了外线。特工首节失误偏多，这个 no look pass 被谢亚轩截断，战神也发生失误。黄红汉，因为他有外线发射没进，啊，这球被阿巴西点掉，但是球回到了特工手上，阿巴西给到了谢亚轩投进了三分球。对，我这么讲应该还蛮公平的吧？是，但是批判性蛮重的。对，我不喜欢国内的教练就是这种表现跟这样的水准。对，哇，一箭穿心给到篮下的谢亚轩，给到 Michael 四处独角，还是歪的，还是偏的，还是歪的。十五投零中，战神的三分球还是没有开张，那个准心还是歪的。阿巴西快攻得分，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谢亚轩找到阿巴西的快攻得分，还是勉强。谢亚轩。背后给球绕进，给球找到后面的艾德，漂亮的助攻。艾德这个空间感跟接应能力，哇，这球直接被谢亚轩拍掉。谢亚轩快攻上篮得手，哦，丁胜儒的失误哦，而且他投篮真的很有一套。谢亚轩外线起这，他今天第三个三分球，我才说完，他投篮真的很有一套，他马上再命中一记三分哦。哇，这个三分。